他们的客帅是这个主角，他们打救世主开局黄金，这个图非常的经典啊，大家有空可以玩一玩啊，非常好玩。来，咱开始吧啊。好，看现在啊，哎，剑术可以啊，这个开局可以，把这个弩手合一下，来直接灭强哥。哎，水系可以考虑学一下。来，也好。往上走一走，这群强哥还不是对手。哎，先不去啊，让这个剑士去砍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哎，直接零伤亡拿下。算了，只要开局不是那种急救术啥的，哎，不是急救术啥的，咱们都可以忍受啊。呀，智力，哎呀，好东西啊！哎，这群小玩意儿不足挂齿啊。来，教我啥？看看学者教我啥？哎，加一防御可以。哎，幸运拳，挨个访问。这些强哥先不招惹，咱们直接奔那个主城。啊，进去打一局吧。咱们一个人都不能损失。哎，这骷髅兵还是很脆弱，完全没有强哥能扛。这不是直接一刀剁掉，结束。哎，咱顺道捡，把这个木材给占下来。来，再下去打强哥，看看难民营里面有什么好东西啊！只要别是枪兵就行。海员，哎，没啥用啊，不买，直接攻城。啊，这个客帅没啥必要学智慧术，咱先学个炮术。呀，没啥钱，好，缺个市场，来整个市场。这个地图是那个救世主啊，快捷分兵很简单啊，你按那个 Shift 就是直接平均分啊，按 Control 的话是直接出一个。没事，咱们下周一再去碰碰运气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议会没钱，那咱起个兵营啊，起个兵营。呀，感谢原石的灵的牛啊牛啊，谢谢。咱们先把上面的强哥收拾掉。哎，好，外面的嗯的声音大家听见了吗？看什么？歇斯，歇斯我也不想买，就这样吧。哎，起个议会。这个地图打二三十分钟就能打完。好了，现在有这个议会的钱了。出去出去，赶紧出去大本营。换啊，对，有个货车忘捡了，没事，
不成任何威胁，咱们早晚得把它给捡起来，来起个城堡。呀，这边很有钱啊，来起个这个寺院。这张地图就很有意思，我比较喜欢玩。来干掉这强哥，都十分的胆小，十分胆小。来起个马厩，这直接灭掉完事了。副将可以买啊，咱不是有钱得赶紧的整那个骑士吗？啊，有钱赶紧整骑士啊，要不然这个骑士这周出不来了。咱们居然还有魔法，来象征性的扔一个。这强哥数量有点多，往后站一站。哎，算了，让咱的剑士去砍。这幽灵咱先惹这个。哎呀，又得死一群枪兵吗？那随便吧，来让这群强哥往前走一走。现在这个弩车就挺好用了，看直接啊，两个僵尸。哎呀，这个枪兵，这个斧兵战斗力是真强。来，终极剑术，来把这个也处理掉。这死一个咱不进去打了啊，阵亡一个小事情。这先不进去啊，咱们先把这边的点都占上。训练场还缺那个，咱们先买个英雄，买个副将。哎呦，阿德拉，哎呦，还是阿德拉来。敌方的主力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。咱们得访问这个首领营帐才能进去。六号骑士手套，哎呦，好东西啊！来，起个训练场。先不买。呀，死神靴给那个反派倒是很好用，给咱没用啊。哎呀，有没有点好东西呢？这个难民营里面啥好东西没有，咱们就憋国会了啊。哎，理财不学啊，理财不学。咱们的客帅怎么能学理财呢？的话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啊，这边来捡一下资源也行。小时候非常喜欢打这个地图，现在呢也是很好玩。难民营里面出不来这个圣龙，哎呦，这位是从哪里出来的？你是怎么出来的呢？坏喽，啊，他坏蛋了是吧？先回去吧。他应该是学会了一个这个飞行骑术，哎，咱们现在是毫无体验感。
应该是学会了个飞行骑术啊。哎呀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真的没出息，没出些东西，窝囊废，咱是窝囊废啊，人家可不是窝囊废，窝囊废啊。哦，我打一局本来好好的啊，然后他非得学个这个飞行骑术跑出来啊，这局不出意外的话翻车了。按理说他不应该这么早出来啊。哦，他会个飞行骑术直接就飞出来了啊，你这找谁说理去啊？你看这都过来了，你这咋整啊？你看他的主力这么多人。还死个浩南哥。哎，他出的太早了，就是叫没有按照剧本的方向发展啊，他直接就跑出来了，你这咋整啊？这局打不过了。我好像这个英雄他的这个属性也很高。那边没路啊，那边他是那个直接飞行出来的，按理说他不应该出来，他该老老实实的在老家等着我们去把他灭掉啊，你这咋整吗？你说啊，那直接过来找我了，你咋整？来看看这客帅阵亡还有没有的打啊。啊，那咱们不行，咱们就直接投降吧，直接投降跑出去。咱们直接攒点钱投降。看看咱能不能溜出去。咱的阿德拉其实可以直接跑过去，然后把这个首领营帐给那个看出来，看开，然后咱们直接客帅偷家。哎，完美，这出去直接撞枪口上了。哎，好，赶紧的，悄悄地，悄悄地，在他发现我们之前，给他们赶紧跑出去。看看来了个泰坦，哎呀，你给我来这个东西，哎呦，来挨着剑吧，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？哎，你看见了？哎，你这干什么？这干什么？哦，胡闹啊！哎，小老弟，我这过一天你不要来找事情啊。哎，还可以还可以，快走快走，快跑快跑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哎，寺院，咱的这个兵力也不少啊，可以和他磕一下，他要是有战争枷锁的话反而是好事。没事，咱兵力不少啊，可以考虑干他一架。老家再起个这个二级魔法塔，缺水晶就先不起了。咱们现在骑士、十字军都行。来，你先把手套交给咱客帅。啊，他回去了。哎呀，你来一圈终于回去了啊。哎，这个靴子先给你，下周能随机出个泰坦巨人来还算是可以。这个交易所咱们换点水晶，咱们得把这个剑士给升级啊。他要过来了，咱们魔法也不行，没有厉害的地方。来换点水晶啊，换点水晶，把这个兵营给升起来。
哎呀，咱们的兵力倒是不少了，咱们出去和他磕一下。他的兵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说呢，应该是可以。好了，他访问了那个首领大帐，来来来，买兵买兵，来神射手、施救、十字军，没钱了，接着换。咱直接就不起这个，咱们就不起这个天使了啊，直接全部换成咱的战术资源。好了，换了10000多，咱们先等一天，咱们碰碰运气，看里面有什么好东西。哎呀，你这小恶魔，你这开玩笑了啊，就喜欢开玩笑。哎，你只要别回去，哎，等我去灭你啊！你离死不远了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把这祭司买一下，骑士买一下，这些人差不多了。咱们再等一天，让这个副将把兵带出去啊，让副将给他带出去。来买骑士，这些兵差不多了，干他。来，你回去带兵。靠，他是有那个天使翅膀还是咋的呀？怎么这么变态呀？不装了，直接进去啊！直接把他的城给偷了。他的主力部队应该都带出来了吧？哎，你这艾斯瑞这随随便便，吃了他一个流星火雨，应该是吃了个流星火雨。来，能不能直接过去？哎，还可以。您别说，还真的可以。啊，但是咱们还是得等一等。来打他的僵尸。哇靠，这神射手伤害不给你吹啊。哎，直接跑了，真没出息，窝囊废。没事没事，他的老家咱们把他偷掉就行了。虽然你没按套路出牌，但是你离死不远了，我告诉你。你看，哎呦好，有鬼龙，咱们进去打一下，应该是能打下来。外交现在没用了。哇靠，哎呦，这城里是真的多呀，这人啊，我靠。就剩8个十字军了啊。等一会儿让这个骑士去骗反，然后用这个十字军砍他。哎，可以说是有点完美啊。来上个护体神盾。先等着。等着骑士来给这个古龙骗个反，然后咱们直接让这个十字军两刀应该是能给，哎好，直接给我双目失明了啊，真的是聪明啊。哎，这个士气爆的非常的及时。哎，十字军的伤害不是给你吹啊，来射这个。哎呀哈，你千万不要双目失明啊，来个驱魔大法。生命值还43，应该可以啊，刷他一下。哎呀，这直接这个似乎不管要出事啊。让十字军上去砍他，把这个恐怖骑士直接剁掉。咱们还行，这关倒是还行，没算太大的这个问题。哇，又爆士气啊！这个神射手太给我面子了。哇靠，这输出虽然说阵亡了一半，
但是呢也不是说是不能打，来个驱魔大法，来报个士气，哎，完美，这就是领导术的魅力啊。哎呀，就是咱的神射手快死光了。好了，哎呀，这局胜利，还有个禁魔披风，哎，可以，高级炮术，高级水系啊！你看，我说嘛，你看他那学会个飞行骑术啊，这个地图的一个漏洞，这应该是。然后他应该得来攻城了，但是呢，咱不慌，他的兵不多，他应该是得回去攻城。咱们就在这等着，以逸待劳啊！他再一天也过不来。然后咱们就可以买点兵，把这鬼龙一买，这恐怖骑士一买，这尸巫王一买，可以，相当稳健。咱们甚至可以把这个枪兵直接给转化成骷髅勇士，然后咱们再买一些骷髅勇士。哎，过一天，哎，行，咱们直接转掉，把这个咱们把强哥也买出来，然后转化成骷髅勇士。转化场呢，来把这个强哥变成骷髅兵。这样的话出不来了，倒是士气没有关系啊，咱们是高级领导术，还有一个勇士之印，士气可以说还是非常的高啊，现在还是满的士气。来把骷髅兵一买，来这些应该行吧，来赌一把，哎，能打赢那就没问题啊。这个山德鲁他的这个魔法也不多了，伤害倒是很低，啊，先来个虚弱无力，哎，咱们成功的贴了他的远程，哎，啊，咱的古龙没了。来把他浩南哥砍一下，哎呀都不怕失明啊，咱们来个驱魔大法，直接全部驱散，直接咬他。我觉得咱的这攻防还是不低啊，还是高级剑术啊，再爆个士气。哎呀，老子的狮子军哦，哎呀，还阵亡一个，来个这个，哎，好，直接贴一下，不敢打，不敢打就灭你，哎，射他的这个吸血鬼，哎呀，那个驱魔大法，他没有蓝了。不叫事，哎呀，这个士气来的是真好，哎呀，又给我失明了，哎呀，这个士气爆的，哎呀，咱的十字军能不能再给我动一下呢？这个十字军是全程挂机啊。再给你放个这个，哎，有这个吧，这个亡灵这些军队的这个质量是完全没办法和这个城堡相提并论呀。射他，多少血？51血，还可以啊。
而且在贴住啊，先贴住他。来个驱魔大法，来往前挪动，哎，来两刀，一刀，好，带走，结束。你看人家的装备，好了，哎呀，这局，哎呀，真的是非常不顺，但是咱打赢了，哎，还算是不错。